欢迎收看 Web TV 网络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编舞王宏恩，我是罗玉。哇，今天这一集呢？今天嗨喽！又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从在 Pub 的时候是 Pub 女王，然后参加一个选秀比赛之后第一名。欢迎朱立静！耶！来来来来，好不好？先跟我们所有网络的好朋友打招呼，好不好？嗨，大家好！而且听 Miu 唱歌，如果你从 CD 又唱到，不，你只说他到现场，不是？你刚刚一直说朱立静，不是我讲打岔一下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不是，因为我要融入一下，你前面那个叫什么 Miu 什么？因为你们比较熟啊。英文名字嘛。哦，是我是 Miu 朱立静，我心里想说朱立静不是姓朱，怎么会变 Miu？ 没想到后来我真的认识他了。对，我才没想到我后来认识你嘞。对，真的。你挨熬哎。天哪！你还能够知道这个团体不容易。我知道，我以前都有听他们歌。他跟北京三猫是同个时期的团体，哪有啦？他们那时候很帅的，三个人這樣子。真的，我们还是带舞蹈啊。我跟他也算是之前也算同公司过。哎呀、啊，真的、啊。对啊，我是福茂的嘛。对 对，福茂，只是我不好意思跟他打招呼，免得什么哦。你明明就很爱交朋友。你太了解他了。没中，没有中间卡一个郭靖也不是办法啊。其实没聊什么，巴拉巴拉巴拉。对，这首歌的 MV 我觉得怎么会用那么创新，有那种僵尸片的一种感觉，很奇怪哈。很奇怪，解释一下。明明就青春舞曲，怎么会变得那么？因为那时候就是跟导演还有跟企划在我们在开会的时候，本来想要把它弄得就是正常一点。是，而且中间哦，我不晓得能不能唱到那个饶舌的部分，因为那段很精彩。你要唱哦。是没聊什么，聊天气什么。而且其实我觉得在你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慢歌，我在看 MV 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很感人的事情哦，因为我其实跟他其实蛮好的，包括前一段时间妈妈的一些事情，对，然后我在旁边有没有彼此鼓励啦，对，我觉得你很勇敢耶，那得要转换心情啊，不然每次演唱这首歌很容易就会情绪没办法自主，但是没关系，人家在挫折里面找寻成长的力量也是一个，没错，还是很厉害，可以这样转回来，找寻存在的力量。太夸张了！其实这一段是在做方向盘的业配，哇，虽然是赚师妹了，但我们也不能太对他太好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捷运站的出口，对，人来人往，我们现在立刻呢要做一个实境秀，因为呢，我们要待会让他猜题目，就是说他戴上耳机，他在他自己的世界，可是我手上有这个题目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我们随便路人找一个，用嘴型看他能不能猜到这个题目是什么。OK， 好，耳机，当当当当，好，我觉得前面有一个人应该是可以。同学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不会咬你，我不会紧张，我打不出来。哎，测试成功！哎，他真的很能配合，明明就没声音，有声音了，不累 ，OK。这是什么歌啊？你会紧张吗 ？OK， 来，紧张吗？第一题，啊，几个字？存在的力量。太夸张了！再远一点。像，对，哦，不是梁士力，是不是？其实没聊什么。哦，好吧，我们真来一个难一点的，难一点的。近视，对。拉太远。
有点难哎，不然好，王宏恩好来。下一，什么鸡呀、啊？你来，你来，两个是对的。下夏日，哦，夏日进化三部曲。哦我觉得今天好不好，真的太可爱了。刚刚的任务呢，真的算是成功了。不过过程算是曲折了。曲折。那最后我想今天看这个节目呢，还是有福利要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就是这个啦，三件 T 恤哦。对。而且这个外面没有卖，对不对？没有卖的。那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礼物呢？我最近有三首新歌，第一首是其实没聊什么，第二首是反对眼泪，第三首是卡桃呼。请问刚刚在节目里面我唱的是哪一首新歌？哇，这个放水放得太明显了。真的，你看这多潮啊，感觉这同学非常的服帖哦。好啦，对所有的网友朋友们，你看到今天的节目呢，可以分享，公开分享这个影片，而且在留言下方留下这个答案，我们就可以抽出三位幸运的朋友。这限量的，没有在卖的。OK， 真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 WebTV 网络大明星成功。